大成，下去的稿子收上来了。哎，大娘子，芳华看过没有？看过了。好，大成呢？啊，周爷爷，看见芳华没有？那不在那儿呢。哦，芳华，周爷爷，哎，给点。您真是好后勤呐，送货到工地呀。啊，一块干吧。好，来啊。芳华啊，我活了78了，早就盼着咱这靠山屯啊也能用电种庄稼。经过文化大革命，如今这一学大寨，你们小青年带头把这水电站眼瞅的就办成了。哎，听说到时候那电闸一摁，那水就哗哗的往山上淌。是啊，周爷爷。哎，到那个时候，这心里该是个啥滋味啊？啊，乐呵呀！可我们大娘子跟我说呀，这电站还得1个多月才能建成。爷爷，我是说1个月之内。那我也嫌慢。告诉你们说，今儿个我就是督战来了啊！周爷爷，发电机呀、啊，就要运来了。哦，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发电机呀、啊！石农，真好，就是哎呀，来来，石农，快拿绳子来。哎，张队长啊，哎，水电站一装上这发电机，把旱田变成了水田。粮食产量准能跨长江了。该咋是咋地呀、啊、王站长为了买这台发电机呀、啊、把腿都跑细了，社员大会上可得给人家好好说道说道。哎，你是不是想叫社员给我评工掰好啊？我不过是城里多认识几个熟人，办起事儿来顺点手，为集体这有啥好说的。电站建成了，该表扬的，你放心，一个也落不下呀、啊。好，好了，好了。老钱，往水电站运吧。好，好，靠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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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别碰着，别碰着。呀，张二婶，二婶，二婶，您回来了啊！二婶，公社有什么新指示吗？你们和社员搞的这个大批判，公社党委都表扬了，是吗？是吗？啊，说咱们的大批判搞得好，把生产也促上了一大截。可党委再三说，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嗯，咱们才能批得深。批得透啊。对呀、啊、对呀、啊、哎，芳华呢？在户里写小评论呢。啊、哦、二婶给。哎，走啊二婶。啊，二婶回来了。回来了。二婶。哎，哎，快点腿，加油，快点腿。哎呀，快点吧。哎呀，燕子干什么去了呀？买纸去了。买纸干什么呢？芳华给王德山写一篇小评论。是为了买发电机的事儿吧？您一猜就对。该咋是咋地呀、啊？你们户长芳华呀，多咱看到了贫下中农为集体办件好事啊，人家马上就学习，接着就是表扬啊。表扬？老秦大叔，那您就等着瞧吧。不许用资产阶级人情世故腐蚀青年。芳华写的，小崔，快来看，芳华给王德山写评论，什么事儿啊？你往这看，这扯不扯？我还当是表扬人家的呢。哦，是批判王德山的。张队长，你看看吧。什么？啊？是不对，芳华是不对，芳华评不对，芳华呢？不知道。芳华呀、啊。哎，王德山在不上。芳华。哎。
芳华，你和王德山过去就闹了几回意见了，今儿个又这么做，这不是往一起挤兑吗？把小评论接下来吧。哎，快来看呐，快来看呐，快来看呐，小评论，快来看呐，走啊！哎，走走，看看评论去，走。哎呀，这没什么好看的，回去吧。哎呀，这你们。二叔，替人性论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咱们可不能调和呀。什么？来不来还往阶级斗争上拉了？那原本就是嘛，那旧思想在咱们靠山屯根子深，影响也不小，这斗争长着呢。对，王德山经常到我们集体户去讲金说股，三不四旧，我们多次给他提过意见，可他满不在乎。特别是在批修整风运动中，他买发电机回来，看到咱们正在批人性论，他说什么人性论批是批，可用得着的时候还得讲，这台发电机不抹油就那么顺当的弄到手。我看这王大山说的也是大实话呀。可不是咋的，这人情就一点也不讲了。包华，你听听，群众对咱们有意见了，那王德山在战场上负过伤啊，那更应该做对革命有利的事了。江大叔，严大娘，这人情世故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专门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对呀，花花说的对呀，大家还没忘吧，去年冬天搞一打三反，不就是因为有个社员讲人情放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吗？对呀，王德山的那些臭思想早就该平平了。对，请他放毒就请咱们批。哎，这灯不亮啊就得播，那事儿不对呀就得说，王德山对小青人来这一套，那还不该平平啊？我爷爷说的对啊，我去把他找了，当面面露。对，大镜子，别火上浇油。那火上浇油呢？二叔怎么？大家伙不要再哄嚷了，这个事儿啊，到这算一账。什么一账？以后不许提了啊！不要说了。二叔，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放火啊！蒙德山好胡说八道，我去批评他。听二叔的话吧，小评论还是接下来。二叔，批人性论不单是哪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呀。好了，下跪的时候到了，都干活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干活去吧。走走走。二叔，小评论接不接再听你了，你呀太任性了。二叔，麦苗拱出土来了，正顶着风往上涨呢，一星半点的土了块，它压不住。凤凰，凤凰，王德山气势汹汹找上来了，听二叔的话，快把小评论接下来吧，贴出来就是给人看的。啊，他凭什么？嗨嗨，您就别了。石农，拿笔来。在芳华俩字的旁边添上我的名字，贫农户长高桂兰。二婶，
听说王德山看完了小评论他就气跑了，所谓买发电机额外花的那笔款出去借钱去了。哦，王德山还缺钱，他这回进城不光是换季的制鞋了，还买下了毛衣。有那么几个人呢，硬说芳华不通人情，要是电站建不成还拿芳华试温。老郭呀，你是大队书记，该咋是咋的，该给我们开个会了。要是水电站建不成，哎，放心吧，黄不了啊。啊老郭，哎，老郭，公社赵副主任来电话了，是小评论的事儿，叫你劝劝繁华，就别往下闹了。闹？我看这是炮弹。哎，先看看。这还有一封信呢，是告方华的。可写信的这个人呢，连个名字都没敢写。振和啊，人家可没消停啊。高方华当政治队长的事儿，跟社员们商量了没有？商量了。我琢磨着怀阵了再说吧。为什么？偏赶这个家当上捅个娄子，他要当上队长还得了啊，天不你捅个窟窿。要上天，那咱就给他搬个梯子。哎呀老郭呀，这人民内部矛盾，哪天开开门不遇着点子，你能整得起吗？再说呀，农村的事儿侧耳连腮的碰着一个人就是一大圈儿，他们又没个经验，这闹出点啥事儿来，咱们怎么向家长交代呀？放到风口浪尖上去锻炼，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呀？老郭呀，我对你老了意见了。你当我对你意见还少啊？哎，那好啊，今儿个咱就当面锣对面鼓，好好说道说道。你当过两天我还不好好的敲打你一通啊？高芳华当政治队长的事儿定下吧，大队党支部已经研究过了。行啊，领导群众两头满意，我有啥讲的？这就是我们的天赋。
走遍世界你难寻找，翻遍你世界不着他，这就是我方华。哎，老郭同志来了。老郭同志，哎，老郭同志来了。哎，老郭同志，你开会呢。红袖章又戴上了。我们正在排练迎接五一的节目呢。老郭同志，老郭同志，我们通马蜂窝了，您知道吧？怎么样，挨蛰了吧？没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见过。嘿嘿，不过小将也不能吃老本啊。对，继续革命，立新功。哎，走了，练节目去了。哎，走嘞，快走。小张，哎，快点啊！哎，赤龙，你怎么才回来呢？哦，我在弄账呢。你的袖章呢？给，你又乱扔。走，练节目去。燕子，我跟老郭同志谈个事儿，晚会儿去啊。好嘞。二婶，哎，给电机厂的信写好了。哦。哎，如果不抹油就不卖给发电机，不讲人情就办不了事，那么请问这样做将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呢？这么说这第二发炮弹也准备好了，是老护长和我们一起研究的。对呀，是应该给电机厂写封信呢。可我们那个老张啊，还一个劲儿的和稀泥呢。你也是，怎么能为一张小评论跑出去几天，把工作给撂了？张队长，你这个事儿办的就不带劲儿。外边一哄样的说，是方华逼着你出去借钱，这咋还怪上我了？张队长，你也得管管小青年了。从前咱靠山屯多太平，可从打方华他们来，有他们在这一天呢，咱靠山屯就别想得好。可不许你说不在行的啊，小青年有不对的地方，咱们可以说他们。哎呀，谁敢呢？哎呀，行了，干这么多年工作了，跟个年轻人怄气，你像个啥样子？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可不能指望着三拳两脚的解决问题啊，往后斗争的难题会更多。可不管咋地，干革命就得要像钢刀那样，要在斗争当中越磨越锋利呀。越磨越锋利，斗争是千变万化呀，遇事要多动脑筋，多分析。要用党的基本路线这把尺子去量一量。老郭同志，您放心吧，我一定记住。有啥不放心的呀？啊，看，你们从北京带来的小杨树，长得比房子都高了。现在是学习与实践节目时间，在这次节目里，播送《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王大叔，石农，你可回来了！发电机没法安，闲话都出来了。嚯，这些人呐，净跟着瞎起哄。芳华在户里呢。哦，大叔，芳华为人我很了解，他就是心直口快，好提意见。其实啊，他对人挺诚恳的。您千万别怪他，这你想哪去了？我是要找他做检讨。真的？张队长啊，再三跟我说呀。识别真假，我一想也是，
哪能跟你们一般见识呢？有些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常言说，河里的石头磨得圆才能走得快，遇事该圆通的还得圆通点儿。大叔，快别说这些了啊！该说的我还得说呀。大叔，看你挺仁义的，才跟你说这些呀。大叔，好了，不说了。啊，看见芳华，给我过个话。啊，哎。他的态度挺诚恳的。芳华，我看你也来个高姿态。王德山还当你说什么了？什么事都得有个分寸，棱角大了可不行啊。芳华，咱们现在的地位是接受在教育，不像文化大革命了，咱们搞批判搞斗争呢。这正是咱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继续发扬，怎么能和接受在教育对立起来了呢？哎，士农啊，对待接受在教育可有两种态度，是做河中的卵石还是做革命的钢刀？现在有人极力用旧思想来影响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呀。警惕？警惕什么？警惕有人让我们放弃阶级斗争，睁一只眼保护自己，闭一只眼丢掉革命。你扯得太远了。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的地位是接受再教育，你是护长，总带头这么干得罪一些人呢。啊，对错误的东西不闻不问，这是接受谁的再教育？你们教训贫下中农更不算接受再教育。你指的王德山那些臭事是不？那不是贫下中农干的，对他那些发了霉的思想就得斗争，这就是革命。算了，明天找二婶请假。好嘛，大忙的时候你要回家，我们说不到一起。你大成，士农，说不到一块就走，你这解决问题的办法可真妙。好了，叫你批人性论那篇稿子写出来没有？下去等用。外边意见纷纷呢，我没写。那是个别人，你呀、啊、就是怕得罪人，你就是想逃避斗争。大成，你好好搜搜人性论的流毒。大成，过来摘菜。过来呀，你不吃菜了，走。大成，我们刚下来的时候你要离开靠山屯，贫下中农是怎么对待的？说呀。忘了。有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十姐妹训军马的事迹，我们的心立刻就飞到了草原上，认为只有在那儿才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就趁芳华到公社开会不在的时候，就偷偷的打起背包。可老郭同志和二婶知道了，不但没批评我们，反而找来了雷锋日记，让燕子念，叫你讲解，接着又和我们一块讨论什么叫大有作为，使我们全户同学都受到了教育。我明白了，可士农也太气人了，对思想工作喊叫一顿就解决问题了，这可比绣花还细呀。芳华，只要是革命需要，我许大成就是根铁棒也要磨成绣花针。好。哎，大成啊，你干什么毛毛愣愣的？我找士农做检讨，连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啊，有功夫啊还是做做你自己的思想工作吧。这要都像士农那么听话呀。哎，
还好呢。二叔，燕子，把菜秧子一会儿栽上它。哎，芳华呀，我把王德山批评了，你们俩到一起过过话啊。好，我在工地等他。哎。坐吧，王站长。哎哎，芳华呀，我总当自己年纪大些，经的事儿多一点儿。以前当你们说的话，你看看还当是好话说的呢。你年纪大，阅历多，用旧思想来影响青年人就更不对了。就是啊，都怪我觉悟不高，你评的对，给我敲了警钟啊。希望你能总结教训，以后也向四舅做斗争。哎，那没说的，话不在多少，你完全说到我心里去了。那好，我们给电机厂党委写了封信，啊，如果你同意也签上名。这不太好吧，芳华，在咱队你咋批都行，可对外为什么啊？往后咱缺个器材啥的，咱还得求人家呢。嗯，啊，王站长，批人性论可不能口头上说一套，做起来还是老样子。可我这么干不成了过河拆桥？资本主义的窟窿桥就是要拆。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谁都想整啊。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怎么这么大？你少来造反派那套威风吗？动不动你就批这个整那个，哼，赵副主任对你这点烦透了，我劝你还是本分点吧。谁想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仍然要批，照样要斗，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王站长，我也劝你还是清醒点吧。你张队长。好，张队长，放这意见没办法交换。哎呀，你这又咋的了？按你的意思，我是一个劲儿向他检讨，可他得理不让人，又要给电机厂写信。什么？王站长，这封信这么刺痛你，看来你刚才说的那些认错的话都是假的了。那好，事到如今我得把话说清楚。本来我不愿意讲，好像我摆公似的。咱买的那台发电机本来是拨给别的公社的。啊，咱们就自己报的吗？咱计划报晚了，今年根本没咱们的货。你看看，哦，是挖别人墙角弄来的。这叫关系人情。你给我待一会儿吧。我是看张队长面上向你检讨，你这个思想啊就得批判。嘿，芳华呀，啊，这批判要分给家里外头，这封信别寄了啊。不，对错误思想不能分家里外头。你看，信不但要寄，我还建议队委会开会研究一下，既然这台发电机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就应该退回去。对，退回去。什么？就应该这样退回去。张队长啊，这台发电机可是来之不易呀。我说你咋净干这些邪门外道的事儿？就是好啊，这要又写信又退发电机，得罪了关系单位，我这个站长高低不干了。啊，什么干？你照亮办吧。哎，你上哪儿办去？好好，他不干拉倒，电站没他也活不了。行了，我就走。行了，行嘞。芳华呀，走吧，咱把王德山找回来，电站离不开他。不，二叔，你眼看呐，四脚落地的事儿了，看你这么整啊。哎，对这桩事儿咱们不能迁就，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你
好啊，好，那就让队委开会来定吧。二叔，哎呀，二叔，你再说，你这盒，怎么现在怎么办呢？哎呀。没关系，芳华，咱们准备建电站的时候不是研究过吗？前三家的林场有台旧发电机，借来修修准行。哎，对了，这个办法谁会修啊？群策群力，学着干吧。啊，那是吹气呢。再过些日子旱田种完了，水田就要灌水了，到时候发不了电。就是，时间太紧了。咱们起点早，贪点黑，抓紧时间，来得及吗？是啊，电站嘛，到时候电站建不起来，影响旱田水，你们敢对贫下中农负责就行。哎，石头，石头，好了，这怎么了？大箱子，嗯，我们向队委会请战，把电站接过来。对，接过，对，接过来。芳华，芳华，芳华，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提出写信退发电机，王德山就一反常态。你们说，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我没想啊。要想，老郭同志嘱咐我们，遇事都要用党的基本路线的尺子去量一量。量一量。你咋又不想送去了？我看见陈桂琴那个急急劲儿，我就不烦别人，给他。哎呀，小声点儿。现在陈桂琴有用了。去。哎呀，你说你可真是，快去。谁呀？哟，桂琴呐，哎，你忙着呢。哦，大侄女啊，你叔送你件毛衣，也是婶儿的一点心意。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毛衣放这儿啊。哎，你，陈桂琴。哎呀，是芳华呀，我来取土篮来了。哦，我还寻思啊，明儿早给你送工地上去呢，今晚上打夜班要用。哦，哎，这还有一个，哦，你忙吧。哎，快下。大成啊，大箱子啊，休息会儿吧。不累，等干完了以后再说吧。对，快。芳华啊，芳华，雪莲机安装好了，请验收吧。好。哎，大成啊，刘世农这些日子变化真大。嗯。哎，多亏前些日子大成那顿吼叫。得了吧，人家芳华找他谈过多少次了。是吗？啊。快擦吧。芳华，你们还不歇着？大家伙不听吗？还是您下个令吧。哎，你是政治队长了，这思想工作得你去做。拿来吧。芳华，周爷爷。哎，这么早您就把他送来了啊？芳华，嗯，来。昨天晚上我看见王德山呢，领着个干部衙门的人到他家去了。可喂二遍牲口的时候，我看见这个人又走了。送这个人的不是王德山，倒是陈桂琴。哦，对呀，我还看见王德山老婆送给陈桂琴一件毛衣。他们两家不是一向不和吗？是啊。怎么突然热乎起来了？嗯，
这里边准有勾当。自打燕子去推发电机，王德山可好顿发毛啊。嗯，周爷爷，在阶级斗争上您也给我们督战了。哎，一块儿干吧！你们都回去，没事吧？我留在这儿，没事吧？我回去歇着去，没事吧？回去吧，没事吧？哎，这不还有个大活人呢吗？你们都回去歇着，我留在这儿啊。老周大叔啊，我跟您说多少回了，这些天您跟着熬看看啥劲儿啊？这磕了碰了咋办呢？大箱子，把你爷爷扶回去。回去吧，回去吧。哎呀，周爷爷，这儿了。用不着你老督战了，哼，这儿啊，就是我的那个战斗岗位。周爷爷，我们知道您的心意，您老就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您放心吧，中，大娘子啊，给我家去，家去，把行李卷给我搬来。哎，说说嘛，还住到这儿了？哎，战斗嘛。芳华，芳华，燕子来了。芳华，发电机退了。电机厂怎么说的？工人师傅说，咱买的那台不像是正式产品，有的零件好像是后配的。哦，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厂党委，他们很重视，立刻做了调查。可是这台发电机当天就卖出去了，这么快？发电机背后能有鬼？还有个新情况。什么？陈桂琴从城里回来没？回来了。哎，他没当你们讲什么吗？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真巧，有一天我们在城里看见陈桂琴在等长途汽车，他跟我们俩说，王德山什么老革命啊，还有历史问题呢。他怎么知道的？陈桂琴有个多年没走动的表哥，这次到城里去看病才知道他家住址。有一天他去串门，一进屋就看见王德山正在他家喝酒，临走的时候还背起半麻袋的零件。陈桂琴表哥怎么认识王德山的？他说他表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饭，王德山和他表哥在国民党军队里同过事。兰兰，这可是真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他表哥叫什么名字？没来得及问呢。我们正说到这儿，汽车就来了，陈桂琴就上车了。王德山，历史能有问题？芳华，1948年，我们区中队配合主力，在前三家子把国民党一个团打个稀里哗啦。王德山就是打那仗负的伤，是我亲自把他背下来的，真怪出花来了。等会儿我找陈桂琴了解一下。不，燕子。嗯，马上把陈桂琴找到队部去。哎，走走。大侄女，听你婶子说你把那件毛衣送回去了。其实这不是送礼，是那婶子穿颜色浅点。我自己有。从你表哥家才知道，咱们都不惜外，过去和你有点磕碰的别往心里去。虽说你娘家是地主成分，昨天夜里你表哥来过了吧？啊，他也到我那去坐了会儿。城里那件事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可不能把你表哥装进去呀。想争我，可我还是我。说到芳华嘛，知识青年在这儿待不长，咱们可是老街旧邻的，还得长处下去呢。陈桂琴，咋的了？
你咋不说话呀？这，哎呀，哎，陈桂琴，是怎么回事儿？你就说吧。我到底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说话耶！没这码事儿啊！陈桂琴，不是你亲自到我和兰兰说的吗？那是我瞎说的。这是哄孩子玩啊，你就忽略了呀。张队长，可千万别把我叫到这里来呀。哎，陈慧琴，你今天是怎么了？有什么顾虑？拿出勇气来，贫下中农会给你撑腰的。芳华呀，这事儿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哎，陈桂琴，哎，嘿，净整这些呀，没边没样的事儿啊。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不许往外声扬。听着没，燕子？哼，哎呀。你是怎么看呢？陈桂琴这一变卦，这里边准有文章。对呀，二婶，王德山的历史过去查过没有？查倒是查过几回，可断了线了。王德山转地方以后，咱们大部队早就打到关里去了。这回呀，咱就给他续上。王德山的问题不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了，有腕就有瓜呀。现在主要的是做陈桂琴的思想工作。嗯。燕子，哎，你干什么呢？你来看。陈桂琴的《处世经》帮了谁的忙？给他写小评论，这是谁的主意？这次是本人。这不大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陈桂琴知道王德山有历史问题，可就是不站出来说话。王德山有历史问题，准吗？啊，你还想？你别当我和他怎么地似的。这么说，你也准备参加战斗了？不不不不，这可让我好好想想。你上次团会，大伙和老护长都怎么帮助你来的？你是怎么表示的？你忘了？哼，出去听听吧，连三岁小孩都叫你胆小鬼。什么？这是谁给我制造的舆论？你自己的行动呗。行动怎么的了？我也不是生来就不会做斗争的。就是嘛，拿出勇气来，小评论算咱俩的。这，嗯，好吧。不过得有个条件，我得看看内容。可以，把修改权交给你一半。燕子，燕子，嗯，快把小评论接下来吧。凭什么？哎呀，你那算什么小评论呢？那简直是叫号嘛。陈桂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哼，我不叫号怎么着？你燕子，陈桂琴看了小评论没有？看了，看完就哭了。哼，这回对他的处境绝对小不了。
咱们正想做陈桂琴的思想工作呢。做革命钢刀有什么不对的？是要做革命钢刀，可也不能乱砍呐。王德山到底有什么问题还没查清，问题越来越复杂，你这么一闹不等于给王德山报信了吗？哎呀，我真混呐，那我立刻把他接下来去。快走。哎，等等，我看事情既然公开了，咱们就公开到底，也好看看王德山有什么反应，来个因势利导。芳华，芳华，王德山正到处找你，说什么要跟咱们评评理呢。燕子，嗯，马上找二婶汇报去。哎，走，走，走。芳华是无能的表现，我跟你没话。哪能呢？没话拿个命，咱俩就打回交道。你给我起来。啊，好啊，你在这儿。你为什么利用我们邻里不和逼着陈桂琴来咬我啊？王德山，你想干什么？你别诬赖好人。王德山，王德山，刚才你无理到集体户去闹了一通，你这是想干什么啊？来不来还倒打一耙了。王德山，小青年到农村是干革命来了，你别胡搅蛮缠。革命？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我出身贫农啊，负过伤，是张队长从战场上把我背下来的啊。革命，你们看看残废证啊，这残废证不是偷来的啊，你们看看啊，看。王德山，你来这一出是什么意思？你们大字报写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就为这个发的毛啊？肚子要不疼啊就别怕喝凉水。你这耍的是哪一份呢？你这何苦呢？笑话，就不上来。老王啊，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年呢，我为集体东跑西颠，没有功劳，你说我还有苦劳吧？哎，凭什么你今天这么整我呀？王德山，你把话说清楚了，是谁整你了？就说你别耍赖。哎，让王站长把话说完。好，你凭什么拉着地主丫头来陷害我？你这个政治队长的立场哪去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摆一摆。不得，我要求开大会，给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就是，还有吗？没了，不，暂时没了。那好吧。方才王站长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三点：一，问我们他有什么问题；二，说我立场错了；三，要求开大会给他恢复名誉，对吧？对，你究竟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最清楚。假如没有问题，何必这么惊慌失措，大动肝火呢？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为什么他此时此刻迫不及待地表白他的历史？至于你说我拉拢地主子女陷害你，这你也清楚。党对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允许他们革命。对对呀，是这么回事。谁故意歪曲党的政策制造混乱，那只能说是别有用心。对，别有用心。说到燕子的评论，他并没有说你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担心起你的名誉来了？王站长，我劝你还是端正态度，这样下去可没什么好处。至于他要求开大会嘛，我看就不必了吧。啊，不开了，没这么容易。不行，非开不可。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啊。你是不敢见群众啊，害怕了。哼，害怕群众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大江子，哎，敲钟。是。对，
啊，你这是活龙大活整我呀，不是你自己要开的吗？我不上你的当，我找赵副主任告你去。该咋的是咋的，就是这王德山也太不像话了，他这不是穷搅和吗？就是嘛，哼，叫他搅和吧，不搅和这水底下的泥鳅就翻不上来。芳华呀，咱们队儿啊都叫你弄乱套，这也算到份上了。还有你签名啊写信呢、啊、看你怎么收拾。赵副主任来了还叫你去呢。他来了好啊，我正想找他呢。二婶儿，我去。不，走路就不怕风挡身，还是我去。哎呀，你少往前凑合吧。凤华呀、啊、王德山的问题到这是最后一站了，你还不了解呀、啊、赵副主任说了多少回了，王德山有工作能力会办事儿，不叫文化大革命啊早就把他调到公社去了，你不能再闹腾了。闹腾为什么？哎呀，还定了三条呢。第一，叫你给王德山赔礼道歉。第二，你二婶儿得写检讨。第三，以后要和王德山搞好团结，明白了吧？毛主席说得多清楚，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方华，是赵副主任来定了三条吗？是。啊？这，嘿，这楼子是我们捅的。对，要写这份检讨，应该由我来写。从生活到思想，二婶没一天不为我们操心的。她真像我们的老妈妈。是啊，她何止像妈妈，她是代表着一个阶级在教我们走路啊。我真不明白这个赵副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做。很清楚，他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行，我们要坚持斗争。对，对，走，咱找二婶去。走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毛主席说的多好。是啊，那赵副主任咋不按照这个理行事呢？叫我说呀，他这是又犯了老毛病，干的呀还是过去那一套。这是旧势力，就是有人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对待新生事物总是扭头别脸的不得劲儿啊。说的是啊，小青年没错，二婶子也不能做检讨。对呀，我琢磨着不光不写检讨，还得跟赵副主任的错误顶着干。就是咱们呐，还得给公社党委打个报告。对，用贫协的名义，这个报告就是要揭他的老底儿。哎，我看行啊。还要写明白我们为什么支持方华他们搞斗争。对，还得叫青年们知道这斗争的难处在哪儿，心里好有个主心骨。赵副主任更得炸烟了。嗯，非找咱们算账不可呀。不怕，出了事儿我顶着。咱皮下中能签名。对对，我们大伙担着。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大伙担着。大伙担着。二婶，孩子，二婶，二婶，二婶，孩子们快坐呀。快来坐吧。坐呀。不了，我这就写报告去。方华啊，听说你给公社党委写个报告，拿给我看看。哎，你这不是告赵副主任的状吗？那好了，这个报告到我这儿也就算到顶了。什么？虽说你是政治队长了，可我不能眼瞅着你犯错误。赵队长，咱们总得有个是非观念呐。我？你这是胡闹！向上级党委直接反映情况，这是党员的权利。什么？你给。本来方华就没顺过劲儿，你还出主意叫他写报告，这不是把事往大事闹吗？行了行了，别嘎达了，嘎达个心烦劲儿。哎，你又要干啥呀？给方华他妈妈写封信，让他妈来劝劝他。哎呀，你可消停点儿吧。小青年到咱们这儿来是革命来了，你可倒好，躺着怕撑着，走路怕摔着，那你还让人家动弹一步了不？有劲儿啊，往那正处使，咋动弹都行啊。按你的心意
把小青年都培养成小绵羊，往后啊，那世上的豺狼虎豹可就没人收拾了。我说老张啊，你脑子里那阶级斗争的弦儿要绷紧呢，这样下去那可要摔大跟头的。不一定谁摔大跟头呢。哎呀，你这是关系到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你咋就这么糊涂呢？你们呐，就是碰了南墙也不知道回头。南墙要是挡道啊，别说不回头，还得拆了它。你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这心急火燎的干啥去啊？老郭呀，你可来了，我们这都乱套了。老郭呀，他脑子才乱了套呢。你得好好开导开导他。哎，你们先唠着，我去户里跟方华合计点事儿。哦，方华到陈桂琴家里去了。哦，啥？他又去了？你看这姑娘也太犟了。哎呀，帮助陈桂琴从旧思想解放出来，这有啥不对的？老郭呀，哎，就坐下吧。别送走吧，芳华啊！明天我把材料写好交给你。好。我就不明白，芳华他真要闹出点啥事儿来，咱可就对不起家长了。我为他们担心，有啥错的？你呀，错就错在这根本问题上了。小青年到咱这儿来就是要摔打的，你咋就掰不开镊子呢？摔打我同意，可也不能净干玄乎事儿啊。你再咋的吧，王德山的问题也不能往政治上拉。二叔，老郭同志。啊，回来了，坐吧。刚才陈桂琴承认他当燕子和兰兰说的话都是真的。什么？是不是陈桂琴脑袋一热又来这么一下子？不，还有个新情况，那天夜里来的就是陈桂琴的表哥，叫杨明礼，在电机厂工作，是找王德山定攻守同盟的。啊，陈桂琴还说明天就把揭发材料写出来。没啥怀疑的了，今天接到电机厂给咱们支部的信，和陈桂琴说的一样，要立即派人查清王德山的问题。这四八年，别总抱着四八年不放了，还是看看眼前的七一年的斗争吧。这么说，我真看错了王德山？你是看错了他，可问题还不在这儿，关键是你咋看待青年人搞的这场斗争？是不是把青年人放到风口浪尖上去培养锻炼？这可是路线问题呀。路线？芳华，你说我是想往岔道上领你们吗？在路线上是啊。你批修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是毛主席发出的又一个战斗号令，我们积极响应，向人性论猛烈开火，这错在哪儿了？我们贴了小评论，您要接下去，写信退发电机，您阻拦，追查王德山的问题，您反对，可赵副主任定了三条，想捆住我们的手脚，您马上就执行。您支持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这不是路线问题吗？这枕盒啊，文化大革命给咱们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修正主义的危害，咱们要培养的接班人不就是那些敢跟牛鬼蛇神修正主义走资派斗的青年人吗？可是你呀，就喜欢那没有棱角绕着矛盾走的人，这样做不正是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吗？
二叔。可是失败的阶级不仅一直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硬碰，还时刻不忘用旧意识来腐蚀我们的思想，动摇我们的信念，妄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人，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王德山不但想了，而且做了。这是刘世农的日记，前两天我俩谈心，他交给我的。看过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没有尽到战友的责任呢。念念吧，咱们都受受教育。这是他刚下来那年写的。王德山是个老革命，可也暴露出不少旧思想，真怪。我虽然是知识青年，但也应对他进行同志式的帮助。这是他去年写的。老王头说，以后要少管闲事儿，因为农村人的觉悟不都那么高，弄不好就得罪人。这话有些道理。这是他最近写的。王大叔说的对，石头在河里磨得圆才能走得快。啥叫坚持原则，做革命钢刀，以后可不能那么傻了。这就是王德山毒害青年人的结果呀。难道您希望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吗？不是要给芳华她妈妈写封信吗？我看咱们还是给施农他爸爸写封信吧，就说施农的棱角磨平了，革命原则也不要了，等着吧，到成了废物的时候。老郭，你别往下说了。二叔，这不仅仅是刘施农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千百万知识青年怎样坚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大事儿啊。我常想，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争得来的社会主义是多么艰难呢？绝不允许我们停顿，也不允许它变色，而是要一代一代的把它推进到共产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青年人更懂得了为什么要走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几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党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我们长大。长白山下就是我的家，咱靠山屯就是我终身战斗的地方。二叔啊，我们多么需要老一辈带领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呢。听听吧，振和，咱们对孩子没有尽到心呢。毛主席明明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这不值得我们掏心的去想一想吗？振和，
把青莲一带染成啥颜色，党和国家日后就是啥颜色呀。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希望我们成为享受的一代，倒退的一代。不，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我们永远做革命的一代，前进的一代。农药。
还是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你马上回来一趟。有事儿吗？有急事儿，你回来吧。好。正在抢救，哎呀，真急死人了！哎，芳华，二叔，芳华，你可要沉住气呀！赵副主任来了，找你，我去。芳华，我再三的和他讲，他没听完我的话就走了，一定是为陈桂琴的事儿了。对，说你犯了严重错误，还要撤你的职。咋不？还留这么个令儿，停职反省。不行，我找这个赵副主任去。走，大成，要冷静。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撤我的职？就是不让我们抓阶级斗争，不让我们继续革命啊。芳华，社员的心里可都有你呀。二叔，您放心，无论出了什么事儿，我都能挺得住。好啊，孩子，天大的责任我担着，我找老郭去。芳华哪样做的不对？他赵副主任凭什么这么干？哼，我就想不通。是啊，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怎么又出现这种事儿？哎，你这种观点不对，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哎，是，我怎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我是说，这是过去走资派干的吗？哦，你以为现在没有走资派了？更厉害，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吗？哎，不，静一静，静一静。哎，这关系到今后斗争的大问题，一个一个说啊。哼，你们还没看见呢，刚才在队部，赵副主任跟张队长那副架势，瞪着两个眼睛。啊，现在吗？应该是齐心协力把生产搞上去，可你们呢，宠的小青年今天批这个明天动那个，哪儿那么多阶级斗争啊？咔咔咔咔，出人命了吧？这事儿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太不像话了，要不是张队长好说歹说，他要马上开芳华的会。什么？这不诚心整人吗？听听吧，他口头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可实际干的是镇压群众的事。就是嘛，忘了咱们开始办夜校的时候，他横挡竖拦，就是不同意，还讲了些歪理，不是叶老郭同志给顶回去了吗？对对，我们这边错，也不是他，好热闹啊，饭都不吃了，大家正给赵副主任画像呢。我们认为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过去走资派干的那一套。对，这个像画得好啊，燕子，这就是用党的基本路线的尺子量出来的呀。谁想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东西又捡了起来继续推行，就是发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搞富民倒退，就是走资派。咱们斗争起来可不能含糊啊。嗯，对喽。二婶，老副长，副长，走路就不怕风挡身，来，咱们大伙儿一块来分析分析。哎，好。赵副主任不是想拿陈桂琴的事儿来镇山吓虎吗？那咱就顶着他的来。就是，咱们大伙儿琢磨琢磨陈桂琴到底是咋个事儿呢？是，真没想到陈桂琴这么狭隘，准是王德山逼的。咱们想一想，陈桂琴揭发了王德山的问题，情绪又很好，为什么自杀呢？你们看看，要渣子，要渣子。我问了陈桂琴的孩子，说他妈当天晚上除了喝了碗汤药，再什么也没吃就睡下了。是啊，陈桂琴要想自杀，为什么还吃药治病呢？对呀，大力，马上送卫生院化验去。好，这斗争到了节骨眼上了。方华说的对，咱们是一点都不能含糊啊。等会儿我问问石农，最近谁到过仓库？好，是得动动心劲儿了。嗯，驾驾驾，一二驾，三驾驾，一。
石农，你怎么把车往沟里赶呢？得了吧，这斗争搞的，斗争搞得正在火候上，是吧？算了吧，你出去听听，都出人命了。我承认，我有私心杂念，当初真不该在燕子的小评论上签名。什么？我才看透你呀，在关键时刻你就……我是说，你们闹得太过分了。你，刘世农同志，你放心好了，要追究起小评论的责任来，我承担，用不着你害怕。哎，燕子，你也太不像话了。行了，舆论都倒到外大队去了，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来，咱们谈谈。没工夫。不行，非谈谈不可。又来你那个劲儿。哎，世农，世农，都怪我没耐心，不过细。你怎么也学会缠人了？你，世农啊，这都是革命需要嘛。来，坐下，坐下。你呀，世农，咱们谈谈这阶级斗争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的弱点是一般情况下的阶级斗争容易看得见，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往往就没防华看得清了。比如对王德山的问题吧，咱们就不能只看表面。这个不，你听我说，对王德山的问题。哦，王站长来了。世农啊，请问这阶级斗争指的是谁呀？谁心里有鬼想捣乱就指谁，明白不？世农，把器材送到电站去，马上回来，我等你。哼，怎么你也躲我呀？哎呀，你们怎么都插上我了？叫志农啊，有个事儿问问你，这些天陈桂琴没上仓库去过呀？去过，送过麻袋，还要装来自儿空瓶子。哎呀，这可就麻烦了，你没给拿错呀？没有啊，没，绝对没拿错。芳华可一个劲儿追究呢。啊，他自己整咱了包，想抓别人当垫背的，这叫什么老同学呀？怎么他想往我身上？不可能，人家是红人，还等着提拔呢，可眼前这一关得过，就顾不得这些了。哎，他们呐就是调发整人呢。孩子，换个地方也好，在这儿还能有出头之日。行了，别说了，这叫世事深如海，你还不懂啊？我懂。这王站长，方华呀，是赵副主任让我上班来抓到电站这摊工作。哦，这么说是奉命来的喽？哪里，听说你眼前有点不顺心的事儿，人在难处拉一把，也是想为你分担点忧愁。哼，这可得谢谢你了。不必，记在心里就行了。上午你是从医院回来的吧？陈桂琴咋样了？他的情况你不是很清楚吗？是啊，这种农药啊可邪乎了，人沾上一点都受不了，别说直接往肚子里灌了。这么说没救了？哎，不到30的人，可惜他那年龄了。你倒挺关心他呀。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你平常批判的那个，拿仁义为重了些。仁义？什么仁义？这个，你这么说吧，别看你不是今天整就是明天批，
跟我过不去，可事到今天，我不想办绝活事儿。好比咱们窄路上走个顶头碰，我准叫你过得去，这就叫爱人以德。不，事到今天，由于根本厉害的不同，这就叫狭路相逢，分外眼红。寻斗必结仇，秋何是朋友？对立的阶级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永远不能调和。哼，你平常宣扬什么圆滑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连你自己都不信这一套，你从来也没这样干过。你可不要把话说绝了，赵副主任的命令大概你也知道，只要今后你忍我让，那边我一句话。你又错了，共产党人是搞斗争哲学的，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非争到底不可。再争也不过是意识形态，这你也知道，尖锐起来也会死人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很明白，陈桂琴不是复读了吗？啊，对对，并且你不是知道他是怎么复的读吗？什么？我？你刚才说过他是往肚子里灌农药来的。我那是打个比方。行了，你别再阴一套阳一套的了。哼，你给公社写的那个报告，赵副主任很恼火，这是对抗领导。哼，对那些搞复辟倒退的人，不管他是谁，就要和他对抗到底。你放明白点，这可不是头几天了，照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陈桂琴有死没活，赵副主任一两天还来，到时候我就你就出来作证，说我逼他交代问题，逼他陷害你这个老革命，逼他走投无路服毒自杀。其实你不是已经这样干了吗？王德山，这些天来你上蹿下跳疯狂活动，在陈桂琴事件上你虚张声势大做文章，妄图达到你阴险的目的，其实你心里空虚得很，害怕得很。你敢迫害我，我找赵副主任说理去。回来，把你的帽子戴上。世农，车卸完了？完了。有个事问问你。说吧。你发现库里的农药少了没有？少没少有账，你可以去看吗？嚯，赏饭做硬了吧，说话这么冲。干脆明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怀疑？说得干脆，你自己是不是怀疑什么了？请放心，我绝不会在背后搞名堂。哎，听你这话的背后倒好像有点啥名堂。别调房找毛病，战友之间真有毛病可不得帮助找找怎么的。行了，这个时候抓垫背完了。世农，你说什么呀？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好了，等你冷静下来咱们再谈。走到仓库查查农药去。对不起，你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没权命令我。什么？是奴你？算了，保管员，我不干了，这靠山屯我也不待了。摔了鞭子，陈桂琴快不行了，王德山更得意了，赵副主任他斗争
真复杂呀。我们面对着的不只是赵副主任和王德山，而是整个剥削阶级。触动的不只是王德山、赵副主任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旧观念和旧习惯势力。这是听不见枪声的战斗，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啊。在斗争的前面还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是海燕就不怕狂风骤雨，是雄鹰就要去波及长空。走资派们，你们就等着吧。凤凰，老郭同志，方华，干革命就不怕大忌，不怕撤职，肩上压着重担，才能练出硬骨头。我懂。孩子，浪再大挡不住一川水，山再高也遮不住日头红啊。对呀对呀对呀，孩子，你是我们可信的队长，我们贫下中农信得过你。是啊，信得过你啊，信得过你啊。贫下中农老师们，我的亲人，在这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我们会越练越坚强。老郭同志，小渣子化验出来了，这里果然有农药，跟咱们库里的一模一样。我和大江呢查了农药，件数不少，可有一瓶叫人给换了。刘世农是怎么说的？世农的情绪很大，非要交账不可。等他冷静冷静的，我找他问个底细。我们要继续做好世农的工作，不能让他再糊涂下去了。是要好好的帮助他，把农药的事儿弄清楚。振和啊。王德山的问题查清楚了，怎么样？哎，你看看吧。王德山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谍报组组长，嗯，被我们打伤以后，偷偷地换上我军的衣服，一直隐藏到现在。啊，还有，他先后和电机厂的杨明礼私自装了20多台发电机呀。我派人把他看起来。等一等。这个事儿得报告公社党委，批准以后再动他。嗯，还有个新情况，自从咱们封锁了陈桂琴的消息以后，王德山偷偷地跑了3趟卫生院去寻风摸底。嗯，沉不住气了。应该加强民兵对他的监视，我想明天就让陈桂琴出院。好啊，这样王德山就会暴露得更明显。现在都听好吧，挺好的，看看这啊，哎呀，这好的看着真好啊，妈回来了，哎，婶子你好了，大师我好了，陈桂琴，燕子，陈桂琴，芳华都好了吧？嗯，到屋歇着吧，走吧，好。你们家都挺好的，让大伙操不少心呢。哎，这说回来去休息啊，芳华，我明天能出宫了，可别忙了下地啊。
世农，你真的要走啊？那好，中午吃炸酱面，我这就做去。吃得饱饱的，走起路来好有劲儿。世农，帮帮忙，来给我舀点水。过来呀！哎，行了行了。你要走了，再舀些水，浇浇咱们当年栽的小杨树吧。当我们把这些小杨树从北京带到这儿来的头一天，老郭同志和张二婶立刻领着我们大家怀着火一样的心情，一人一棵栽下了这些小杨树。就在这个时候，你写下了一首《杨树赞》，朗诵给我们大家听。小杨树啊，北京来，根扎在长白山，连着中南海。书记挥锹破土，我们亲手栽。今日阳光雨露育新苗，但等他年枝繁叶茂长成才。行了，别往下念了。从感情出发，我是不愿离开靠山屯的，可是我是有理智的，我不能凭感情驱使参加这场毫无意义的斗争。世农，你要干什么？世农，你说下去。我有话说的明处，我问你，你代表的是谁？斗的又是谁？硬把思想问题往政治上拉，纯属小题大做。可你整沾了包，还想把我和燕子装进去，你这算什么同学战友？世龙，你错了，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问你，这是不是王德山当你讲的？这是王德山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把咱们户弄乱搞垮。也许是我多疑了，可你当队长不到一个月就被撤了职，这又说明了什么？再这样搞下去，全户都站不住脚了。我不能等到别人轰的时候再走。什么？世农，世农，你等等。世农，你既然这样，那好吧，不过作为战友，有些话必须跟你说。给你什么？红卫兵袖章。算了，不要了。你回来。
你可以离开靠山屯，可以离开你的战友，可是你不能忘记贫下中农对你的教育，丢掉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呢。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就是带着他造了刘少奇的反，带着他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和骄傲。你怎么能不珍惜这伟大的历史荣誉呢？师农啊，我们同赵副主任王德山的斗争，就是为了坚持斗争哲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能说是毫无意义吗？我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做斗争，这是小题大做吗？眼前明明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可你用人性论的观点说成是小题大做，毫无意义。师农，如果忘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责任，怎么接老一代革命的班呢？发展下去就要变质变修，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呐。什么殉葬品？我始终忘不了，当我们离开北京的头一天，毛主席对我们这一代人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啊！任重道远，可不能辜负啊！二婶儿，接受这个教训吧，师农。豺狼的本性，他就是要吃人的。你看，啊，能闹？王德山，狗急跳墙。还想着把他往井里扔。
来毒害咱们大伙呢。这条毒蛇，我去把他抓起来。对，大江子他们已经把他押送公社了。太好了，好了，那也得批斗他。阶级敌人总是变着法的破坏捣乱，终究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惩罚。对。我们这个大好形势就是斗出来的，这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当前的主要敌人就是党内的斗子派。在建电站的过程中，咱们可真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啊，这使我们的青年人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关于撤销芳华职务的问题，是赵副主任利用职权背着公社党委干的，他还包庇王德山干坏事，这就说明党内的走资派正在变换着手法，总想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击新生力量，现在公社党委正在批判他，同时决定立即恢复芳华政治队长的职务。孩子，孩子，看到你们这代新人能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往前闯，我们老一辈的就放心了。周爷爷，我们永远是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心永远和你们贴在一起呀。让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一生，把我们整个青春和全部生命贡献给这壮丽的事业吧。